播主出身的网红 YouTuber 奎丁，因拥有高颜值和火辣身材，获封为雅典娜女帝。日前她晒出自己的美照，只见她身穿宽松针织上衣以及粉色休闲裤，衣服不穿好的造型露出半边香肩，小露性感的模样十分吸睛。然而她在文中表示，最近有点想去植发或是剪刘海，因为自己的额头真的很高，还附上了哭脸的表情符号。原来照片的摄影师由下往上的拍摄角度，让他的额头看起来更明显，让他感到很苦恼。网友们纷纷留言安慰，认为不管额头高不高，奎丁永远是自己最爱的女神，会永远支持她，也直言奎丁已经够漂亮了，不需要再多做什么了。不过也有粉丝笑称，原来是贝勒爷啊，调出奎丁本人回复平生两次，逗趣互动笑翻众人。Bye.